相公，你应该振作起来，向包大人申冤，否则我韩月墨本死不甘心。哎，张同光，你这样阴阳怪气的，你娘子说她死的不甘心的。 张同光，你为何直到今日才开口喊冤？包大人，是我娘子要我这么做的。她说，我要是死得不明不白，冤沉大海，她在九泉之下也不甘心。好，你且将冤情从实说来。 张同光，您是说这只靴子是你早就掉在怡红院的？是的，包大人。后来，草民到怡红院去讨还，他们说已经扔掉了。包大人，卑职到怡红院问过金妈妈和那些姑娘们，她们一口咬定从没见过这只鞋。再说，勒赎信的字迹跟张同光的字完全相同。 张同光，这件事你又作何解释？包大人，草民一向以卖字画为生，遗留在外的字迹确实不少。不过，这封勒赎信的字迹只是与草民的字形相似，并非草民亲笔。好，你可愿当堂试验？愿意。张同光。 这两封信上的字迹，乍看之下，确实像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。不过仔细比较，格局却有不同。张同光亲手所写，字句较有规律，运笔潇洒自然。而这封勒赎信上的字迹，整齐拘谨，显然是拼凑张同光的字，再加以临摹，却非出自同一人。请大人明鉴。 请何大人闭关。白大人，还是公孙先生高明。下官才疏学浅，惭愧的很。包大人，饶州地小人稀。 要找到像公孙先生这样鉴定人才，实在不容易。不过卑职还有其他的佐证，比方说我们在张同光的家里收出了盖有何家印记的银票。包大人，那些银票是小的卖画所得，怡红院给的。你胡说！怡红院怎么会有何家的银票？阮捕头，你不是说过？ 那贼人拿走的是900两金砖吗？张同光，堂上还有一份你妻子亲自画押的自供状，说这件事出自他的主意。
与你无关，作何解释？张同光，你夫妻二人情深似海，可是你妻子自愿为你顶罪的。包大人，我娘子死得好冤枉啊！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救救我家相公！ 你怎么现在才来求我呢？义父以为我家相公是冤枉的，段大人也说过，只要把事情问清楚，就放他回家的。哼哼哼，哎，你想的也太容易了。你相公想活命，你得记住三件事情：第一，不要说他是冤枉的；第二， 他有没有罪，我说了算。第三，一切该听我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就好。那么，这一切事情都好解决。来来来来，起来吧，快起来。 来嘛！哎呀！你别怕，你放心好了，这里不会有人看见，就是有人有，有都不见，没人敢说我半句闲话的。来来嘛！段大人，你放开我！哎呀！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？ 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你要我死，我也无悔。可是你要我对不起我家相公，我不能呢。好，你们夫妻情深义重，我就成全你们，我让你们一块去死。段大人，段大人，段大人，求你不要打了。段大人，我家相公是冤枉的。 求求你们放了他！段大人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打了，我认了，我认了。事情是有错的，与我家相公无关。段大人，我求你放了他，我求求你。娘子，不关你的事。 一向是行为端正，他是诬陷。何大人，照张同光所言，当时却是屈打成招。你可曾亲自审问过他们的口供？下官曾当堂问过他夫妻二人，并无人犯供。说，这件案子到底是谁做的？ 这件事情由我都不到位，都是您副主使的，与我家相公无关，求您放了我家相公。不，大人，我娘子只是一名落职女流，从来不知道我犯下的大案。求大人判我死罪，放了我娘子吧。相公，你们两个不必再演戏了，无非是想替另外一个人脱罪。这件裸人勒足的案子，我调查的清清楚楚，是你们两个共谋的，请大人定夺。
人撕票，按律当斩，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孙，我愿与你同生，我情愿与你同死。大人，我们认了。求大人判我夫妇死罪吧。张同光，你夫妻二人纵使是冤枉的，然而面对大是大非却感情用事，如此害人害己，实在愚不可及。包大人，管家有权造冤狱，小民无力可回天，我与娘子闹到那步田地，除了含冤同死，以免得毒火更苦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包大人，张同光表面忠厚，内心恶毒，而且诡计多端，千万不能重罚。何大人有何高见？包大人，既然此案仍有疑点，不妨让张同光交保候传，待各项疑点澄清之后再行定夺。两位大人，张同光一案关系重大，不宜交保，要防他趁隙潜逃。此案确实疑点甚多，在受害人尸骨未曾寻获，赃款未曾追回之前，却难定案。张同光交保外事，随时候传。退堂。大人，张同光已经家破人亡，只剩下一位瞎眼的老妇，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为他作保。那就让他自保，写下切结书之后放他走吧。大人，张同光是三审定谳的待决死囚，如果让他自保外事，似乎没有这样的潜力，万一他弃保潜逃的话。他不会逃走的，他要不是为了替爱妻平反，根本就不想活了，他还逃什么？公孙先生，老实说，本府不相信他是凶手。若是一时还抓不到真凶还他清白，与其让他枉死，不如放他逃走。大人，私纵人犯，只怕会给那些大大小小的仇人找到绝妙的报复机会。这一点本府知道，可是人命关天，本府绝不放过罪有应得的歹徒，可是也绝不肯让无辜之人枉死。张同光的妻子已经无法救回，已经让本府抱憾终身。如果任由张同光悲剧重演，即使将来真凶绳之于法，也于事无补。公孙先生，你我执法之人，惩奸除恶与保护善良同样的重要。大人这番苦心令人感佩，但愿天佑善良，早日找到真凶。
相公，你快起来呀！陆先生，醒一醒！陆先生，陆先生，你醒一醒！陆先生，你快醒一醒！陆先生。